放眼集啊，哦，我都爱恭维哦。来，请观众朋友，翻一百六十页。我们来看这个随堂练习，来仔细听我讲课啊。我知道这边简单，但是写得好啊。对，来，这个随堂练习哈，而且我现在会把它全部讲完哦。他说甲乙两人跟剪刀石头布猜拳，对不对？啊，两个人平手的几率。来，我们看这边这个每一题哦，我都很快带着你把它做完哈。假设平手的事件叫做 A 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发生的几率，其实同学你很清楚，清楚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有三种选择，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对战组合是三的平方，有九种。那对于甲来讲，他在出拳的时候，他有三种选择，对不对？剪刀石头布。那因为他说要平手，所以两个人出的拳必须要一样。他如果出剪刀，另外一个人别无选择，一定要出跟他相同的拳。所以其实同学你很清楚，这一题答案是多少？三分之一。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样讲很快，对不对？得听懂哈。那当然，第二小题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他问什么东西？我看一下，甲获胜的几率。那甲获胜的几率跟刚才的想法完全是相同的。他们的对战组合总共有九种，是三的平方。那甲在出拳的时候有三种选择，可是同学你知道吗？甲如果出剪刀，这个时候乙要出给他，乙只能出什么？只能出布。所以对乙来讲，他一定要出给甲的拳，所以他的选择也只有一种而已。所以这一题答案也是多少？三分之一。啊，这样子是不是？哎，你同学你了解我在讲什么东西吗？这很快哈。来，接下来请你翻到126页来，也可以吗？我要很快带过去哦。126页，来，我把你的账号。126页，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随堂练习。下面的这个随堂练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同学，我跟你说，我对简单的问题，我现在还是讲哦。为什么要讲呢？代表我上课有教嘛，对不对？那教了的话，考试如果考出来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还给我错，我跟你讲，我就会生气哦。好，要注意哦，真的，真的。他说同时丢三个硬币。同学，硬币两个字圈起来，在几率的结构里面，硬币、骰子、球要视为什么？相异，写上去。三个硬币，你把它当成不一样的硬币，可以想成有大、中、小，对不对？丢三个硬币一次，同学，它的样本空间的结构会长这样。来，我们写一次好了啦，哈。我知道这个很无趣，有八个元素，啊，可能三个都出现正面，对不对？可能两个正面，一个反面。正正吧，来，可能是正什么？正反正。来，再来，可能是我恐怕哈，反正正的。好，那可能是正反反，一个正面，两个反面。那当然可能是反面。正面、反面，来，再来可能是什么？反反正。每一个硬币都有两种选择嘛，正面跟反面。那最后一种情况叫反反反。所以同学，它的样本空间里面的元素总共有八个，这个应该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那他问的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他问你说，三个硬币都出现正面的几率，那这个事件你令它叫做 A 事件好了。那这个 A 事件发生的几率，同学你知道样本空间的元素是2的3次方，也就是8个，对不对？好，有8个元素。然后他说三个都出现正面了，那不就只有一种情况吗？就是正正正，对不对？好，所以它发生的几率是多少？就1/8嘛，对不对？好，就这么简单，可以吗？那第二小题，来，这个事件叫做 B 事件，这个事件是什么？我来我考的。这个事件，他说三个硬币中哦，下有两个出现反面啊，这个很简单啊，下两个出现反面可能是正反反嘛，对不？啊，不等于啥？反正反，要不然就是反反正。情况有几种？三种。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多少？3/8。很容易吧？好，哎，这样就结束喽。哦，非常简单哦。接下来，请你翻到128页。我要把
里？上面还有一题。上面那一题非常练习哦，我跟你讲，这一题我笔记有，我笔记就抄这一题了。好，我笔记有这一题。好，所以这一题我就不讲。来，请看到128页。来，这个随堂练习。我们现在啊，赶快来看一下啊。何月，上菜鱼在那边吃东西，讲过多少次了？他说同时丢两粒骰子哦，所以两粒骰子你要把它视为相异，所以这个题目哦很容易，你把它看成两个骰子，一个大一个小，对不对？好，比如说大骰子，好，我简单画一下哈，就画一个正立方体，然后另外一个骰子比较小一点，小的骰子。OK， 那这个题目他在问什么呢？他说哦，第一个问题问你说，恰有一个出现蝴蝶的几率。所以简单好啊，来第一小题，这个 A 事件哦，而且两个骰子不一样，对不对？它每个骰子有六个点数嘛，所以两个骰子你考虑观察它的点数，对不对？好，出现的情况，方法是那个样本中间几个元素，36，六个平方嘛，好，对称组合36种。那他现在说，恰有一个出现五点哦，那恰有一个出现五点，这个用数一下就知道吗？大小两个骰子，下一个出现五点，大骰子如果出现五点，那小骰子可以出现1、2、3、4、6嘛。它、啊、如果是小骰子出现五点的话，大骰子可以出现1、2、3、4、6，对不对？所以同学，所有的情况你稍微数一下，总共有几种？十种啊。那36分之10，约一下，答案是18分之多少？18分之5，对不对？是不是想一下就知道了？这么简单。那第二小题他问什么？点数刚好差一点的几率哦。好，那假设这个事件叫做第一事件哈，一样，样本空间有36个元素，我们先把它写出来。点数如果要刚好差一点的话，来我看一下，大跟小差一点，可能是12吧。再来是什么？2、3、3、4、4、5，还有什么？5、6。可是同学，你要注意哦。还有，你还要考虑什么情况？可能是大骰子2点，小骰子1点嘛，这样是不是也可以？21、32、43、54、65。所以同学，请问情况有几种？一样是10种，36分之10。所以这一题。一样哈，答案是18分之5，是不是非常的容易哦？哎，我们用很快的过去喽。来，接下来请看到129页哦，来129哈，课本129页，我们来看这个随堂练习。哎，课本的例题白纸黑字，同学你看得懂吗？例题自己回去看哦，好，自己回去算算看。来，这个随堂练习，这不用按赞哈、哦。他这个题目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已经知道三个事件 A、B、C。同学，关键是后面那四个字，两两复制，我就把它画起来。所以什么叫复制？啊，复制是什么？来问陈仁，来谁了解复制？啊，下面写复制。没有共同的。没有共同的元素，所以代表说交集是什么？双集合，对。同学，这三个集合，这三个事件两两复制，所以这三个事件在样本空间里面会长什么样子？一定是三个都完全分开嘛 ？A、B、C 对不对？好，两两复制嘛，它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好，我应该没有误会它哦。A 事件发生的几率，来，我写一下。A 事件发生的几率1/2，来 ，B 事件发生的几率10/3 ，C 这个事件我看一下发生的几率是多少？30/1。好，那我们来看它的第一小题，它问你说 A 或者 B， 就是 A 连及 B 哦，发生的几率。同学，根据我们的取舍原理，你应该知道。照理讲 ，A 或 B 发生的几率应该是 A 的几率
加上 B 发生的几率，然后你应该要扣掉什么 ？A 跟 B 同时发生的几率，这是取舍原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是两两互斥嘛，那两两互斥的话 ，A 跟 B 的交集是空集合，空集合发生的几率是多少？这个是零。同学，你现在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吗？可以吗？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多少？这一题答案很简单啊，当他们互斥的时候 ，A 或 B 发生的几率，你就把个别的几率相加不就得了？二分之一加十分之多少？三，变成十分之八，所以答案是五分之多少？五分之十，好，是不是很简单？那当然，第二小题哦，第二小题它问什么？我看一下，哦，三个集合的 A 事件。或者 B 事件，或者 C 事件发生的几率。同学，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很清楚啊 ，A 或 B 或 C， 这个时候你就把三个几率怎么样相加就可以了。好。哎、欸，那、啊、后面那个解掉什么两两交集那个都不用写了嘛，因为都变成空集了，对不对？所以这一题答案就变成这么二分之一。加十分之三，再加多少？三十分之一。这个算出来，然后充分一下，三十分之十五，加多少？九，再加一，变三十分之二十五。所以用五来约的话，六分之多少？六分之五。哇哦！欸、可以的话，我要把课本的随堂练习全部讲。好，来翻到130页，翻过来，130页。我们古典几率其实已经教差不多了哈，130页。这个随堂练习其实它很简单，但是同学我跟你讲，你旁边写两个字，写参考。好，这个我们考试其实还蛮常考的，那考出来还会写哈。你看一下这个题目，他说老师从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就是六个人，六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随机派三个人参加班级辩论比赛，三个辩士中有男生也有女生的几率。哎，这题目，这你会做排列组合，你几率当然就会做嘛。我们假设这个事件叫做 A 事件，这样可以吗？好。它发生的几率就是样本空间的元素个数分之这个 A 事件的元素个数哈。来，同学问题，现在总共有六个人，对不对？老师要选三个人，所以样本空间来，同学你告诉我，样本空间叫什么？哎，这时候不会讲话了。六个人呢，啊，不是选三个人的所有的情况，所以样本空间是 C 什么 ？C 六取三嘛。然后这个题目他说，我要有男生也要有女生，要有男生也要有女生，选三个人的情况有几个？两个啊，可能是什么？两男一女嘛，对不对？两个男生一个女生，或者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对不对？他这种就是分类讨论题哦。来，两个男生的话，所以你四个要选两个，所以上面的情况这边应该是 C 四取多少？二，啊一个女生，所以两个女生选一个 C 二取一，加上两个女生，所以两个女生都要选 C 二取二，搭配一个男生 C 四取一，那我想这一题答案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排列组合，好。算一下，六五四再除以六，所以这边是多少？二十，十二，再加多少？四，所以二十分之十六，这一题答案五分之四，好，这130页，好，就是不需要讲。来，请看到131页。其实我们班都教我的。对，其实差不多啊，就这样而已啊，课本的内容啊。可是教完，你不要以为说考试会写哦，是讲麦克哦。哦，
讲开供哦，真的。我上礼拜五让你洗一瓶那个什么六一百次铜板那个，我回去仔细看了一下，我就知道代金多少秒。选 A、B、C 三个选项的人数都差不多。有，就是我不是猪不可能吗 ？A、B、C 不对，对不对？有人说什么谁几率比较大，还有说什么几率一样，是吧？是问那个吗？好，就结果我统计一下，班上选 A、B、C 的人数几乎差不多，就各占三分之一。好，完全没有说哪一个选项特别多，这真的是一个很妙的现象。老师答案是 A 的吗？这个我们有机会哦，慢慢跟同学讲。有机会真的真的。这先讲是哪一个？对的人有知道，错的人不知道，按照条件这样错下来。我们会讲，我跟你讲，到时候再讲。我先讲这个，来，131页哦，来，好了，我们看131页这题水塘哦。你路上随便找四个人，同学，我之前讲过，我们学校是不是考过那个星座的那个有没有？路上随便找四个人，至少有两个人在同一个月份出生的几率，来，同学，至少两个字圈起来。像这种题目，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可以考虑用反面做法来做比较简单。A 事件发生的几率就是用全部的几率去扣掉 A plus， 就是 A 事件不发生的几率嘛。那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什么？至少有两个人在同一个月份出生的几率，那就是用全部的几率一去扣掉什么样的几率呢？来，扣掉四个人的生日皆怎么样？不同月份嘛，哈。来，四人的生日皆不同月份。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东西吗？这就上次讲的那个题目，对不对？用反面解啊。好，把这个几率扣掉，所以它全部的几率一，来，我们扣掉。来，四个人的生日皆不同月份，那同学你知道？这四个人都有12个选择，所以分母是12的几次方？四次方。那四个人的生日都不同月份，第一个人有12个月份可以选，第二个人剩下11个，第三个人剩10个，第四个人剩9个。其实它就是 P 十二取多少？四嘛。那同学，这个答案多少？你自己算好了。好的，可以嘛？这你就自己算了，我就不用帮你算了。OK， 好。你就自己算算看啊。这一题答案就这样，你把它整理出来。这应该照理讲自己要做好，来，你算一下答案多少。接下来，同学翻到132页，我课本快讲完了，好，带你把它看完。同时掷四个骰子，follow 得上来吗？可以啊，掷四个骰子，四个骰子都当成不同。好，求出现两个一点跟两个六点的几率。那这个题目我们就直接下手，好，来 ，B of A， 每个骰子都有六个点数可以选，四个骰子都不一样，所以分母是六的几次方？四次方。那四个骰子你令它叫 A、B、C 珠好了。这四个骰子总共要出现的点数有什么？两个一点跟两个六点，所以是11跟什么66。那到底是哪两个一点，哪两个六点？你是不是还要考虑它们的排列？所以怎么样？四阶除以几阶？二阶。同学，你的分子是不是就是要摆这东西？四阶除以二阶，结束了。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吗？他题目说嘛，四个骰子丢下去啊，出现两个一点，两个六点嘛，所以全部的情况有六的四次方嘛，这是他们所有的情形嘛。
那你今天感兴趣的是1166嘛，它四个骰子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两个骰子一点，哪两个骰子六点，你可以稀释取二嘛，或者是你就四个东西做直线排列，除以二阶二阶。好，那这个答案，这没关系，这应该看一下嘛。这个约掉上面是六哈，跟下面这个六的四次方约掉一个六之后，六的三次方，所以答案应该是216分之一。看嘛，这个古典几率哈，很快。来，最后的一题随堂练习。哇，我要教了，你知道吗？那结束了，你知道吗？结束了，今天还是我们准备跟32说再见了哈。欸、在我讲最后一题之前，我问个问题：你们国文老师真的让你们分？有吗？有啊，有啊，同学把分比就到。那他的分组，没有，现在没了。你们分组是怎么样？怎么分组？自主学习啊。自主学习。对啊。怎么个自主学习？就上去聊天，然后老师在一直沟通。上去聊天，老师在怎么说？自主学习方法，先自我提示。老师我讲，他看老师以后就这样。好了，我们大家出考零分。会吗？自主学习啊，自主学习。没有，我跟你讲，他在网发讲题，而他就叫你回家提。对啊，念完之后，然后考试，考完之后还要考完，他再给你写。哦。超刺激的。防守不是说那我们怎样？课后作业。可是以后现在小朋友在我是很好奇的，就是吴安老师他怎么操作这个东西？你可以试下一个吗？我跟他们在一起讨论。你不是说你也怎么办？他不是你的朋友。昨天的朋友是今天的朋友。哦，原来是一样的，我们一样数学错了。啊，一四不是一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哦。一三三啊。变数，哦，一三三，对不起。啊，来，我们看最后一题啊，来，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哦。我把这题讲完，我们32的课本的随堂练习就结束了。看一下这个题目哦。他说右图是标有一到六的六个积木堆成的一个三层的你欠扁讲错一个字你就要删堆成的一个三层三角塔任选两个积木求数字选出来那两个积木不在同一层的几率来就不在同一层不在同一层你可以分类讨论嘛那或者是同学这一题你也可以用什么反面解啊？全部的几率来，你要算的是 A 嘛哈，就是一减掉什么 P of A plus， 就是用全部的几率是一去扣掉，来，两个数字在同一层的情况嘛，两个数字。在同一层的机率嘛，如果你考虑用反面做法的话，这一题这样做应该是可以哈。来，我们看一下哦，全部的机率一来扣掉两个数字在同一层哦，来，分母应该是什么 ？C 六取多少？二嘛。那两个数字在同一层的话，以这个题目的结构设计来讲。可能同时在第二层或者同时在第三层嘛，那个同时在第一层最上面那个是办不到的，对不对？那如果同时在第二层的话，应该是 C 多少 ？C 二取二。那如果同时在第三层的话，是 C 多少 ？C 三取二。哎，同学你看懂了吗？这个是第二层，好，这个是第三层。好，那我想这一题应该这样做没有错哈，一去减掉15。来，这是4，所以这一题答案是15分之11，可以吗？然后这个 C3 取2，它指的是第三层，注记一下。
那这个西二取二则是第二种。来固定几率，这样有没有问题？可以啊，你可以分类讨论嘛。好，来，那现在这种小 case 结束之后，同学比较刺激的东西就来了。有啊，东西多了。三，不会你帮我翻。有客制化？没有，上次那吴雅云的梗我用掉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梗，所以就没有客制化。啊、不是，我是上次跟你们在演示的，现在不是啊。不然你要跟我讲什么？要讲红烧肠超帅，红鞋子超 man， 啊，肚子超骚。哈哈哈哈哈。什么？没事，已经错了。下次跟一些胖瓜。超松。哈哈哈哈哈。等一下，超松。东西啊，超松。正常。正常。超松。这些小肉松。超松。超肉松。目前好黑哦。应该打没错，我好高端哦，没错，也太多张，哎，一张，哇，快了，快了，这边有多一张，我才多一张，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张哦，我说一刚好，班上35个人就35张哦，来，大家都有吗？那个吴汉有吗？哎。你要这样子没有？哎，多一张。乖乖，拿纸到这边来了。再少两张。少两张，谁多拿一张？你可以检查一下好不好？叠到两张。我都印刚好。没有。多印。干什么？你写两张。少一张。不可能啊！我印35啊。啊，真的很好。哎，看一下谁多拿。我们今天是那个。我也不用啊，不会啊。我等你有，你有。好了，我的给你好了，我的给你。哇！哎，我刘安静啊，你现在看一下。好，这里有三个古典几率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出的。以前很久以前的评分啊，有时候断考，有时候临时考出的。我当然没有希望那种看起来很简单的，一眼就知道怎么做的。那种对你们来讲是 feel 入你的智商嘛，哈。所以同学，我挑的都是你要稍微思考一下，但是也没有很难的题目。这里有三个小题，我们现在给你就一段时间慢慢写，好，你把这三题做出来，你要我公布答案，可以。你要从哪一题开始做都没有关系，试试看。反正就是把排列组合全部把它改成几率这样子而已，这样没有。